大家好，我是你知道的、啊。我们本来只有两个，然后最近刚刚十分钟前找我们这个鼓手，就是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。然后我叫冠廷，他叫李俊，他叫尔谦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准备了三首歌曲。我比较吵。等一下，我可能会很大声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就是享受音乐，好，第一首，怎么了？哦，这首这样子好，照着屁股，好，好安静，大家，大家终于看到我了哈，我们肤色偏暗了，有开灯，这样看得到我。好，我们现在都高二，然后对，很喜欢唱歌，就这样。然后第一首歌我带来比较快的歌曲，就是一首英文歌，然后叫做就是知道那个就那个歌喉站唱那个 Flashlight 的那首歌手吗？反正就是有一个外国女歌手，我很喜欢她，然后今天要唱她的一首英文歌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Based on spotting up
结尾。